OK，所以对面是一个盗贼，虽然看起来像是法师。OK，我们又是一个两个双刃爆竹木的局。我开始觉得起手袋不应该留任何一张双刃爆竹木，就是，OK，真主要问题还是那个335哦。不对，五三五冲刺，两只就爆了，两只就没得打，双狼狼射其实很好，不过还是蛮有可能没得打，这张也会前行啊，所以或许有机会吗？破松鼠，哦！天啊，我们弹超多伤害，光之翼。加油！天哪，水中之血。OK，没有错，我知道有人开始带水中之血，然后也是在偷贼里面。他现在这张没有那么强，因为他两个满嘴苍蝇人都没了。打飞，我们绝对需要撒飞，没有撒飞，这局就要爆开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撒飞来加速绿牌啊，基本上。对，我们没有版面了。我们又有一点版面了。
哦，你就不用，根本就不做，不用处理迷的啊。吗？龙牙靠塞？为什么不先用这个灵巧之手？死缠？橘橘呀！我老天啊！竟然打赢他，其实有两个迷答之后，我快要放弃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一步其实有蛮多两费以下的牌，所以我觉得两费打水七其实是 OK 的。找一个刃爆。找个猎豹，这些都不是自然法术，我们自然使者其实还没有触发。OK， 这个我们怕一个。打二的 AOE， 不过他如果要出那个打二 AOE， 他需要有一只小手下，然后对面术士这个 combo 牌组其实小手下并不多，选择无视我们，打出，炸飞是张好牌，先来给大家做个 buff。月光之影，这张傻飞。看抽到什么？我群之怒。所以他六费基本上有一个硬币全部打死啊。抽三张，想十。月景被指引王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炸飞，这就不理他，因为这个第一张深渊诅咒的伤害非常低。对，除非他会卡你手牌或干嘛，其实不大需要理他。我再抽五张，我刚好满手牌，然后这样会飞走，所以其实不会爆牌。这也可以打脸。G。自然使者赞赞。